今日同大家分享富蝶村一到二人公屋装修 VR 效果。全屋实用面积153尺，开放式设计。客厅做伸缩餐台，留翻雪柜位置。入门口做主角狮子柜，有挂衣区同换鞋灯。客厅储物空间充足。去到睡房，睡房就做四车地台床。床尾做一个小小屏风柜间隔，床头就做衣柜，整个空间光线充足。去到厨房，厨房就做地柜加吊柜，留翻洗衣机的位置。最后去厕所。厕所就洗手柜加镜柜就 OK 啦。还可以加浴瓶做干湿分离。欢迎富蝶村的朋友 PM 我免费报价。